Hello， 今天吃一份关东煮，还有三文鱼，这个是寿司，日料大餐。我今天在广州发现一家非常好吃的关东煮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猪耳朵。关东煮里的萝卜真好吃。爆汁了。连个鱼饼都是爱你的形状。这个三文鱼真的好新鲜，口感超级好。豆腐串，土豆牛肉的福袋我还是第一次吃哎。